同志们大家好，明天我就是38周岁了。我家闺女她去超市给我去买擦脸的，我让她送我欧莱雅的擦脸的。我从这边走的啊，拜拜，我也走了，我去上班，有信等晚上来拿。今天太阳老好了，大家看看，我已经到家了，我已经收到我的礼物了。这个是我婆婆寄的，我让她给我买那个靴子，因为我不是经常去采蘑菇嘛，我让我婆婆买的靴子。然后呢，她买不着，她在里头带暖和的那种。然后她就给我寄了一个，哎呀，寄了一个贺卡，她给我送了一杯巧克力。然后呢？还有一张那个卡，看 Zum Geburtstag， 他说 Liebe diese Gutschein， 在哪呢？我没有看到 Gutschein， 他给我，他从那边买不到，买不到之后呢，他就让我老公给我老公。给我老公呢，他就是让我人从那个网上买了个靴子嘛。他去的地方里头没有那种保暖的，因为我经常去采蘑菇，所以呢我要保暖一点的。然后呢他就去了他们那边的城市，所有的店都看了，没有那种里头是毛茸茸的那种，但是呢网上很多，让我老公买。他说他把钱给我老公，你说是不是挺好的？我家闺女今天晚上，他今天晚上做晚饭，他给我做鸡翅儿，然后呢，做什么样的鸡翅儿我也不知道，做什么样的鸡翅儿？我刚才在回来的路上碰到我老公了，然后呢，我以为他行动不方便嘛，我就特地的就跟着去了，到那个超市里头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怎么跟过来了？我要给你买礼物的，你不要跟过来。”然后没办法，我又跑回来，我自己回来了。七爷嘛，明天同事请我们吃饭，让我闺女也去，中午12点的时候，也挺好的，是不是？看看我闺女做的这个是炸鸡翅啊？不是，哎呀，算是。那油呢？咱们家没有那么多油了。你没有看油吗？它是就是锅底那么点油。啊，那锅底那么一点是吧？那行。看我闺女现在开始煎鸡翅了，炸鸡翅。有模有样的啊，不错，希望好吃。你盐什么都放了吗？他后续还得要别东西。认真的小姑娘，你要蛋糕你要做的话，明天赶紧早点做呀，因为明天我们中午12点我们就出发了，我们到那边吃饭去了，11点钟差不多10点我们就从家出发了。嗯，哎呀，不错呀，不错呀。看看呢，翻过来给我看看。嗯、对对对。感觉脆脆的。对，还不错。现在还录呢，真带劲！哎呀，好像能煎一煎，里边煮的应该是可以。哎呀，好香啊！好香。这火大吗？你火又小了。小火，它是小火慢煎。小火慢炖，慢煎，那不是炖。看看这个鸡翅还不错，一定要煎时间熟长一点，熟了不能生着吃。嗯、吃饭喽，马上7点了，看看。
再见。它做完了是这样子的，还不错吧？哎呀，这孩子嘴巴张真大。吃好饭了，来收拾吧，闺女。哎，来了，妈妈。生日快乐！还没到呢，跟大家来句什么？大家拜拜，晚安喽！明天早上起记得给我妈过生日啊！哈哈哈。